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开箱25周年宝可梦日本宝可梦中心的限量的卡店。然后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来开箱，看到底如何。它这个是双人卡店，然后它的字样是烫金的。我们现在立马打开来看。内容物哦，这个 OK， 终于打开了。然后我们来看看它的食品哦，质感好好。啊，看到下面的 logo 有一个25周年宝可梦卡牌游戏的 logo， 然后是烫金的字样，然后当然对面也有。质感非常棒，我拉远一点，然后让大家看。放下来。感觉非常的棒哦，它不愧是历经千辛万苦抢到的一个卡店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宝可梦25周年卡店的开箱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的频道之后会抽出喷火龙礼盒、顶级礼盒，还有月一部有抽吗？只要在这部影片下面按赞、留言，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然后当我们频道订阅人数超过1000。然后在网上一定的数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抽出宝可梦台版卡牌相关的商品。那详情呢，我们会放在那个影片下方的资讯栏那边，就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多加捧场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